卖蚕啊，卖蚕啊，1块钱一条啊，卖蚕送桑叶，卖蚕送桑叶啊，快来看啊，卖蚕啊。来，这个为什么？你这个是衣服的怪哦。对对，这种是可以做衣服。买不买到底？全买了，一共500。两条好了。哎呀，你看我们住的这地方可真有点挤呀。嗯，就是。你看看这周围。怎么住得了我蚕宝宝？连个盖儿都没有，把我晒伤了怎么得了？嗯，还有嘞，就是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作为一只蚕，活得像条蛆。芒果，芒果，芒果。行了行了，现在房价多高，有住的就不错了。嗯，你来尝尝这片五月摘的桑叶，味道不错哦。有什么？哎，我好想住个大房子，带独立卫生间的那种，最好还有个5厘米的大床，有个小清新的桑叶盆栽就更好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大一颗卤蛋，还会动。放心吧，让我来实现你们的梦想。可爱的蚕宝宝，两颗可爱的球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